养老院，啊，以后我赚了钱呢，肯定在咱这小区里给你买套好房子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暂时的。今天下午我也去养老院看了，环境很好，非常的安全，而且很安静。你也不用再操心，给我做什么吃的，不用了，你可以吃现成的了。现在，而且还可以跟这个养老院的其他老人一起聊天啊，说话呀，打牌什么的，挺好的。是是，多好。 儿子儿媳妇儿，多孝顺，多好。妈，你别这样，你当我没说好吧？啊，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啊！养个儿子，就像养个敌人；娶个媳妇儿，就像带进来一个仇人。 这话果然不错，你们能不能就放过我这个老佣人？不是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都无地自容了。我做主了，咱们不去了，不上养老院了。不，我去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毛病，什么都想说，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张嘴。其实我什么都无所谓，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好。 有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躲得远远的有多好，不要离得那么近。可是，哎，我想说，小强，我想通了，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就去。啊。 你说，你们。 能不要避孕好吗？能给妈生一个大胖孙子吗？能吗？妈，我……你能答应妈妈？你如果答应我，我就去。 妈去，为了孙子，妈去。 现在啊，爸爸恭喜你啊，第一天上班啊。
爸，我给你买的喜欢吃的生煎包子，还有烧麦的。开开开，谢谢爸。不过我现在来不及了，啊、我就拿个鸡蛋就行了。好，等等等，我给你打包，打包，打包，打包。哎，爸，啊，以后这种事交给阿姨做就行了。她下午不就来了吗？哎，反正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跟她说啊。放心吧，你看看都打扮好了，放心吧，你就安安心心上班，家里有我的啊。哦，对了，爸爸，婷婷一会儿醒了呢，让她先喝一点温水，然后再吃饭。好。要不要我把莫凡叫进来，让他开车送送你、啊？嗯，不用，我坐地铁很方便的啊。好，走了，爸爸，拜拜。好，当心点啊。好。可可，嗯，听说新来的是老大的女朋友。哎呦喂，你这什么落伍的消息？哎，最新的路边社消息啊，那是老大儿子幼儿园的家长。那应该关系不一般。哎，听说从来没做过市场这块，凭什么进我们部门？就是。各位暂停一下手边的工作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是这样子的，鉴于市场部的业绩蒸蒸日上，所以公司决定呢再增加一位员工。这位是简单，从今天开始正式成为各位的同事了。大家热烈鼓掌欢迎！谢谢大家，很高兴也很荣幸能跟各位成为同事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大家出门吧。哎呦，爸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晚上忙太晚了，起晚了，这我就不帮您收拾了啊。你忙你的，放心吧，都交给爸爸了。行了，甜甜，赶紧，我们走了。我还没吃完呢。嘿，你这，快点吃，一会儿中环该堵车了啊。哎，那个，莫凡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下班的早的话，你到那个莫莫爸那里啊，把简单接回来啊、哦，以后你们小夫妻俩成双成对的上下班，啊。哦，哎，对，默默爸呢？啊，对呀，他不是第一天就到他那里去报道吗？怎么，你不知道？啊？哦，我知道。那你说我恍惚了一下。那行吧，来，行，这个给我，天天拿到路上吃。一会儿拿着那个路上吃啊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那保姆来，您别走开啊。啊，放心吧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去吧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天天，跟外公再见。外公再见。哎，再见。穿进。进教室吧，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听老师话啊。好。喂，简单，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。谁的公司？什么意思啊？高健的公司吧？是。你去高健的公司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说话。我现在在工作，有什么事儿晚上回家再说。啊，就这样挂了。喂，嘿，哎，做好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对，快要吃中饭了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你如果有带饭的话呢，公司里有微波炉。还是楼下有员工餐厅。平常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呀？我随大家吧。他们说不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我请你吃饭。附近有一家还不错的韩国餐厅。老板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我们进公司的时候怎么都没有这个待遇啊？就是说呀。
你们懂什么呀？她有可能是默默将来的丈母娘啊，我当然得巴结一下。这么小娃娃心都挺好嘞。丈母娘，来来来，快听。你叫什么丈母娘？走吧走吧。好。找谁呀、啊？哎呦，瞧您这模样就是这家的老爷吧？哎呦，这就对了，是吧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走错人家了？我们这里没有老爷。老爷好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这里没有老爷。我说你是不是走错人家了？你是谁啊？报告老爷，我姓倪，是金家政服务公司的。哎呀，是是，你早就说嘛，你是金保姆家政的。啊，对，金保姆家政的，我一激动吧，我就把话说错了。你老爷老爷叫了我一声冷汗，你不是说好下午来的吗？是啊，可是头一次上门，总得赶早不管晚，老爷是吧？得认真。好，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哦，麻烦还有个箱子，帮我提进来。好，谢谢谢。Thank you。啊好。老爷，你们家的露台那么大，房子那么多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，厉害厉害！这是我女儿女婿的房子，现在生活不都好了吗？哎呦，老爷，来来来来来，您请坐。你给我干什么呀？我扶你。不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问题听我说。吃个橘子。来来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请坐，坐下。你不要客气啊！哎，我们家随便的很。来来来，我自己。哎呀，老爷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好了好了好。现在我宣布，我干活的时候呢，你老老实实给我坐着，不许乱说乱动。OK。好好好。OK。啊，现在我那个，我要去，这个在哪儿？哦，你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哎，坐下，不许乱说乱动。都在那个厕所间。哦 ，OK， 应该说卫生间。啊，卫生间，卫生间。我干活去。好好好。你阿姨，你干活，我让你干就完了吧？你让我坐这儿，你。大件套餐。啊。套餐。老大，我以前那家好吃。哎，老板，带着老婆吃饭啊？哎，你该不会是担心我们公司伙食不好吧？看你说的，谁不知道高总一向体贴下属，我哪能担心这个呀？怎么能跟你借一步说话吗？要不然你们慢慢聊，我们先去吃饭。啊，哎，高总，那个简单不是庆祝第一天来上班吗？就让这位帅哥一起啊。你要不是因为你这张嘴，你早就当了市场总监了。走了。不跟我说一声呢？说什么呀？你去高进公司上班啊？说都不跟我说，弄得我在爸面前我跟个傻子一样。在谁公司上班跟不跟你说有区别吗？反正又不是去你的公司。咱能不咬着这件事不放吗？现在是你抓着我不放，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别告诉我说让我辞职吧。没人让你辞职啊，
我就想告诉你，咱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别再发生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觉得你现在变了，变得跟以前的不一样了。以前你说你上班啊，有点鸡毛蒜皮的水事儿，回家你那跟我唠叨的没完没了。你看看现在，以前我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你听吗？你好像也没听过吧？别老跟我提以前，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。行行行，我知道啊。我们俩这段时间呢，吵架次数比较频繁，我承认是我的责任，好吧？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。但我也希望咱俩呢，能不能别这么针锋相对的呀？啊？你想吃什么呀？哎哎，要走了啊？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啊。该不会摊牌了吧？他今天之所以来找我，是因为他今天才知道我在你这上班。我理解你们之间有矛盾，可是你来我这上班没告诉他。对。老爷。啊，您请先休息。哦，行，我给你继续擦鞋子。好，不是擦好了不是？还有你脚上的鞋。不，这我来，来。哎呀，老爷听话。不是，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古装电视剧看多了？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，你这个。老爷，你真聪明，你怎么就猜对了呀？我就看看那个电视连续剧，什么那个香港的，什么里面很搞笑的。来一个，来给我一个。老爷，嗯，我会看相的。你这模样儿，你看。天庭饱满，两耳垂肩，要在过去啊，那就是那个有钱人呐，大老板。是是是。啊，好。谢。哎，你吃呀。哦，我吃，我吃。哎呀，非要我喂你。啊，不，就是我说。好。多吃点啊。九九，是啊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高总说我要是有什么不会的，就想请二位请教，然后我不太明白这个，您帮我看一下吧。这个我上周才做过一个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你可以上共享盘上找，里面什么都有。我是看过共享盘，但是还是不太明白，所以才来问你的。这个很简单。哎，对了，你以前公司没出过行业报表啊？哦，我以前在公司是做行政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外事不祥问 Google， 内事不祥找百度。鸟死啊！你明知道他没有市场部经验，你还这样戳他软肋。我就是讨厌他走后门进来了，看他不顺眼。大家进公司凭的都是实力，他有什么啊？你呀，你就等死吧你！哎，他去老板那儿告你的小黑状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我是被吓大的呀。小丫头，宫斗剧看多了吧你？喂，妈。哟，今天不行，我今天得接我老婆下班呢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先挂了。
下班了？怎么又来了？那个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我中午呢不应该跟你那个态度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走呗。爸。爸。哎，我们回来了啊！回来了。少爷和少奶奶回来了。这。这是我女儿和女婿。是小姐和姑爷对吧？怎么听着有点穿越的感觉？您是那个金保姆家政的是吧？对对对，我姓倪，以后你们就叫我倪阿姨好了。哎，饭做好了呀，你们去洗手啊，马上开饭。妈。哎，怎么听着有点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呢？去。走了，行，爸爸洗手去，洗手间，走了走了，洗手间，哎来，嗯，洗手间，哎呀。酸菜鱼汤来了啊！哎，尝尝我做的菜。好，还有酸菜鱼汤呢。那个阿姨，您忙了那么半天了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坐一块吃吧。嗯，我能坐下。哎，坐一起吃，一起吃，别客气。哦，好，我拿着碗筷啊。啊，随便一点啊。好好好，来。随便吃，快吃饭啊。哎，老爷，来。怎么了？这个豆腐是我的拿手菜呀！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很好吃的。谢谢，好，是啊，好，多吃点豆腐，好，还有牛肉。不，阿姨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你随便点，好。这牛肉的我做的很嫩的，多吃一点。谢，你吃。啊，好。妈妈，为什么这个奶奶只给外公一个人夹菜？因为外公年纪大了，所以奶奶要照顾外公。别问那么多啊。赶紧吃饭，天天我们自己吃啊！哎，哎，姐姐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蛮顺利的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哦，那个公司的这个人相处的怎么样？都是年轻人嘛，放心。哦，好了，那就好。老爷，你吃饭呀，不要说话嘞。好，我做的好吃了。挺好吃的，哎呀，挺好吃的，哎，床我都收拾好了，你还不睡？今天是星期五吧？我儿子明天应该来看我了。不对啊，今天是周三，你刚才不是问过我？周三啊？我又记错了。圈圈也不行，叉叉也不行，那什么时候行啊？什么时候都不行。老婆，哎，为了你，我把妈都送到养老院去了。这屋里现在就咱俩人，妈走之前说了，她没别的指望，就想让咱给她生一大孙子。那咱俩就配合她一下，给她生一个呗。但我保证啊，这生来之后呢，不用你操半点心，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乐乐，成不成？好像。我有正事跟你说啊，我没心思听正事儿。你听不听？你想说就说呗。老公，你看咱妈那个养老院它是私立的，一下缴一年份实在是有点吃不消。再说了，妈那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？好歹也是笔补贴呀，是吧？年龄，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啊，那老房子是我跟我妈相依为命的地儿，那有我们一家三口最美好的回忆，任何人，包括你，没有权利去动它，听明白了？还反
你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发现一个设计师品牌可好了，下次去看看。嗯，给我吃。怎么老喜欢吃狮子头？好吃啊！小心胖死你。嗯，我不怕。哎，简单。哎呦，你也喜欢吃狮子头啊？啊，你也爱吃啊？哎，我打了，要不要再来点？那把你汤给我倒点。没问题。走啊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哎呀，我有事跟你说，快点。那个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回头我们一起吃狮子头啊。好。稍微有点实力的，又喜欢把屁股翘得高高的，不过他们的心眼都不坏，所以只要稍微想想办法，一定可以化敌为友的。啊，嗯，你没问题的。谢谢。有人说话吗？你这是给谁洗衣服啊？妈，简单洗什么都靠那洗衣机。这件衣服啊，是我姐去杭州的时候给我姐夫买的，面料可好了。嗯，给洗衣机洗啊，就毁了。哎，对了，妈，明天包饺子吧。你不过我包的馅特别不好吃，我姐夫肯定不喜欢。妈，还是你包的馅好，到时候你教我啊。你再怎么包啊，你也包不出你姐那个味儿来。闺女啊，你那点心思，妈看出来了。这什么什么，妈你就看出来了？你一紧张啊，就低着头不敢看人，妈还不明白？这些日子啊，你对你姐夫所做的这一切，我都看到了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机。这我就是想替我姐对我姐夫好，没别的想法。真是的，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了？胡说八道什么？那，哎，你敢说你对你姐夫没那点意思？哎呀妈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还让不让人洗衣服了？真是的，行行了，别说了啊。这是给您的房租啊！好好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客气，您点一下啊。老婆，哎呀，老公，你好，没事叫我来中介干嘛？我把妈房子租出去了。来，怎么样？我不是告诉你，不让你动妈的房子吗？哎呀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跟他们都签好合同了，我可跟他们说了啊，妈的那些樟木箱和五斗橱一样都不许破坏，如果少了还得赔我们钱呢，怎么样？周到吗？周到，真周到！你脑子有病吗你？你疯了？是，我是疯了，我被你逼疯了。我告诉你姓严的，我跟你玩完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叫谁姓严的？我叫你姓严的，我跟你玩完了，我跟你离婚，听明白了？这句话，为什么？离就离，谁怕谁啊？那个，那你这房还租吗？你都看见了，都离婚了，还租？还租？宝宝，来，我们去妈妈那里，好吧？想不想妈妈？哎，对对，哎呦，想死你了，快来，快来。
谢谢啊，杜博士，你看你帮我看那么长时间。不大借的，我最喜欢小猫小狗了，不然怎么去做宠物医生啊？谢谢啊，杜博士，谢谢你宽我的心。改天我带着我们家宝宝，然后请你吃个饭，谢谢你啊。不大借的，不大借的。行，那我家里还有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宝宝说再见啊。投资公司的钱，我会尽快打到你账户的。好。物归原主了。当我们沿着雪景往前走，绕过了荒芜漂泊，还牵着手。当我偷偷尝了一口红豆，才理解我满心的寂寞哀愁。思念不走，来不及好好的追求，谁又能懂他忧伤的气候。赤着脚走，心酸的自由，浓缩成我天长和地久。什么？离婚了？是，我今天就是来接你回家。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！疼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？我为什么心甘情愿的住在这儿？难道我吃饱饭没事做呀？啊！我不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有个温馨的日子，能够给我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吗？啊！那谁让他不给我商量，直接就把你房子租出去了，这不是他自找的吗？那你不租不就行了吗？非要闹离婚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对，我有时候就是看不惯小丽，她嘴巴毒，心眼小。可妈知道，她对你可是有一百个好。你说像他们家这种条件能嫁给你，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妈啊，这现在已经离了，说什么都晚了，没有意义了，行吗？收拾东西回家。我不去。妈，这事儿跟您真没关系。就小丽这脾气，我就算继续跟她往下过，也还是个离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们一天不复婚，我就一天不回去。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会因为是我的原因拆散你们的婚姻。妈，你怎么这么倔呢？我说回家回家。笑得甜蜜，哎呀，孟凡妈妈，傻姨啊，那么巧啊，又在这儿碰到你。我来看看我姐夫，我是来给他们送点菜，那个顺便我想看看那个他们请的保姆到底怎么样。你看看这一点啊，咱们俩都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们俩好多事情都能想到一起去，就是啊。谢谢啊，你阿姨，谢谢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停，听话，不是你阿姨，这什么不是？听我的，来，老爷，把嘴巴张开，哎呀，听话，来，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再来一口，再来呀，老爷，我自己的，哎啊，好，我自己的，乖，我听你的，哎啊。
嘛你？小姨，您简短点啊。那倪阿姨呢？被我支出去买面包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回来？啊、哎，就那样的人，你还敢用是吗？我召集大家来开这个家庭会议，就是为了说这个阿姨的事情。她必须让她走。小阿姨，那事情好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吧？那只不过是为了一口汤而已啊。对对对对，一口汤引发的血案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一口汤的问题。啊。不是一口汤的问题，要赖就赖我爸爸长得太英俊潇洒了，人见人爱。我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你老丈人玩笑？就是你幽默也得分点时间啊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抓紧时间说重点。哎呀，还说什么重点呀？我上班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开过人，您让我怎么跟这个人开口呀？再说了，我想他是不是对谁都很热情，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啊。问题是人家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要不然再用用啊！这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啊，这……去去去！哎呦，邓在啊！阿姨回来了，小姐，我查过那个日期了，就是今天的。啊，谢谢阿姨。有些什么呀？吃的东西就是要上心，尤其是给甜甜吃的，对吧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小孩子就得要细心。我知道的，倪阿姨。那个，我有话跟你说啊！啊，我们全家呢已经都决定了，从明天开始呢。阿姨。啊？明天开始怎么了？明天开始您要更细心的照顾我爸爸跟甜甜。哎呦，这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。哎，老爷是吧？嗯嗯，是是是是。哎，你们俩，我干活去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，就这样，你们就会留在家里，就这样看。不是，看在他对孩子的份上，现在找个好阿姨多难啊！哎呦，好了，是在用吗？Thank you.